它又像什么东西？台湾跟韩国，那陈慧欣怎么了？都一样渣。麻辣酱这个很适合拿香肉哎，嗯，很好吃啊，嗯，这个料全部都是你们自己调的，他调那个汤，真的，汤真的很好喝，看不出我会煮哈，对啊，你真的一点都看不出，好像一辈子不会做菜的人。我觉得罗宾是会做菜的人，看起来，然后。教练是一辈子不会做菜的人，就是那种我只是爱喝酒，每天酗酒了。对啊。哦。一辈子不会做菜的是我。对啊。只把这个放这里，这是麦克风。等一下，我滴到你的麦克风。那我打死你。打死我嘞！我会死哎、欸。没有。打死哎、欸！太玩笑了。Oh, scary。打死你啊！我会打死你们。你们不是来韩国已经都半年了吧？你们在韩国生活怎么样？有什么困难的事情？沟通有问题。嗯，我觉得语言顺了，全部东西都会蛮顺的。哦，我还想到一个，还有那个叫外卖啊，跟 taxi 这种，哇，你们有一些 APP 不让外国人用的，尤其外卖。哪一个？就是全部叫食物的，基本上全部。卡都不能用。不可以用我们的卡、啊，所以我们一直才拜托你啊，一直求你啊、嗯，这个就有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天天给我联系。对，如果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东西，我们真的不会烦你的。真的这个点蛮奇怪，因为卡毕竟也是全世界的东西，为什么不可以用？你们是 Visa 吗？做卡吗？对啊，嗯、但是用不了、啊，用不了，嗯、真的。OK， 明白了，这个。哇，你现在还懂？怎么早就跟你说了 ？Oh my god！ 是，我以为我们爱烦你哦，故意每天烦他，若雨。两点打给他半夜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叫外卖？叫订车，每次订车叫外卖。凌晨两点三。是因为我们三个已经走投无路了。你们觉得韩国的物价怎么样？比新加坡便宜啊。物价是比较便宜，可是如果你说比新加坡比起来，你是说租屋子啊这些，那就比较困难一些了。那物价就是跟台湾比起来呢？我觉得差不多嘞。差不多。我觉得台湾更便宜哦。没有吧？我觉得台湾差不多哎，对啊，你餐厅吃饭我觉得一样，像 taxi 的钱一样啊。超市的东西新加坡比较便宜，真的。新加坡超市的都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吗？各地，可是真的比较便宜，很像一个菜还是一个鸡蛋，你知道鸡蛋新加坡 maybe 两块一个，不是一盒啦，真的，这么便宜，对，块八块。10-12啊，这么便宜？对，换到新币大概4块多，至少一盒，所以是一个 double， 很像它的肉。还有那个，我觉得你们包装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很难开啊！很难开。这种东西不是像要吃好好吗？韩国包装有问题。菜贵，肉贵，鸡蛋贵，全部东西都贵。泡面便宜而已。泡面便宜。嗯，酒便宜。酒便宜，对，酒便宜，手珠 maybe 2块，新加坡一个手珠18块，哇，真的好贵，18，嗯，哇，最便宜，好贵啊，14-15，新加坡最贵不是车吗？用车证很贵吗？对，用车证多少？不知道哎，我不懂哎。哎，问我老公哦，打给他视频看，很像韩国，可以买2台哦，啊，一倍哦。韩国你看很多 G Class G Wagon， 新加坡很少，新加坡的 G Wagon 可以买2个政府租屋，七百多八百多千新币，啊，可以买2间。两间屋子，嗯，就政府租屋啦。政府租屋比较便宜吗？便宜，比较便宜。那车真的很贵。真的很贵。新加坡台湾呢？台湾跟韩国一样。人家讲韩国很像台湾也是，对啊，那个生活也都很像。东西很像。还有像什么东西？台湾跟韩国。男生的个性也很像。个性怎么了？男生个性怎么了？都一样渣。台湾跟韩国男生蛮像。好，嗯，就是爱玩。啊，就是跟女生。很 easy， 不会认真呐、啊。可是我觉得跟新加坡比的话，我就觉得就会落差很大，就觉得新加坡的多数都是单纯的，我觉得多数都是好的，单纯也不会坏到哪里。啊，
怪的是油的，是油，但是没有这边那么多。像我的朋友啊，这里差不多可能80%是坏的。真的？新加坡是可能20%是坏的。对对对。台湾人呢？台湾我觉得差不多也是七八十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七八十。明明有女朋友？没有，没有，真的。那你们觉得我是算坏人还是好人？好了，你太老实了，对，太老实，过度老实。对。你什么表情？看懂吗？这样。对。对，这个也不好，是不是？会变成无聊，导致无聊。什么无聊？可这样也是有好的，我觉得。也是有女生喜欢你这种，比较难一点，那可是。会有的，难一点，我难度很高，所以你是多有趣，我想听一下，多有趣，来打一个，你们有没有想跟订阅者说几句？按赞分享哦，下面的小铃铛打开，记得，你们很会啊，很常看啊，拜拜，说韩语，안녕，是吗？加个油！加个油！加个油什么？你是拜拜一种啊？加个油就是拜拜，对。拜拜，加个油！哎，我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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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个油！加个油！加个油！拜拜！